传得好。好球。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拦截的吗？好球！糟糕！请指导我。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拦截的吗？篮板球是我的。投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会进。在我身上，超过沈奈川首席后卫，投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会进，你们走着瞧。投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会进，胜利，我一定要胜利。放心交给我。嘿嘿嘿，也该换我出出风头了嘛。传得好。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招呼我，沈奈川首席后卫。胜利，我一定要胜利。拿到了。什么？传得好。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拦截的吗？这球感觉真好。我的球没有一球是巧合的。嘿嘿，也该换我出出风头了嘛。不可能。称霸全国，我是天才。称呼我沈奈川首席后卫，请称呼我召唤胜利的男子吧。什么？没有一球是巧合的。我是篮板王樱木花道。我早就等不及了。投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会进。不，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拦截的吗？快传我这里，传球，传球啊！把心交给我。
称呼我神奈川首席后卫。你可别小看我了。不可能，这球感觉真好。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拦截的吗？什么？我的梦想谁也夺不走。把心交给我。我的球，你可别小看我的。我早就等不及了，这就是不停练习的神机。传得好，这球感觉真好。是，我一定要胜利。称呼我神奈川首席后卫。这就是不停练习的神机。我一定要胜利！你称呼我召唤胜利的男子吧！不，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拦截的吗？嘿嘿嘿，也该换我突出风头了嘛！我早就等不及了。可恶，你是赢不了我的。快传我这里，传得好。